大家好，我是欣欣。今天我们要来吃我们南屯的小吃第一名的臭豆腐，阿红臭豆腐。啊，我已经有先电话预约了，我们现在就下去去拿。Hello， 拿到了。这个如果哈你没有先打电话的话，你在那里起码要等半个小时。超臭的，超臭的，对不对？我每次接我小孩放学的时候走这条路，然后他都会说：“哦，那草。”但其实很香，你们懂的。喜欢吃臭豆腐的人家就懂了。嗨，大家买回来喽！是我们家最喜欢吃的套餐组合：大肠猪血汤、大肠面线，然后还有一个肉圆。然后跟大家讲哦，就是这一家，如果你不喜欢吃泡菜跟小黄瓜之类的话，你可以跟他讲说哦，我不要泡菜跟小黄瓜，那它就会变成六个臭豆腐哦。我个人是觉得蛮划算的，很福利我们这些没有很爱吃泡菜的人。好啦，我们来请小朋友试吃看看喽。嗯，不好意思，他的脸有点脏。接下来味道其实应该大家都会喜欢，因为好吃的臭豆腐其实很多，但是在南屯的话，它真的算数一数二。妹妹来啊！你看小孩也爱吃，我们这个歪嘴鸡。然后我们用。好，请我儿子试吃一下，说一下心得哦。请问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请看镜头。我夹。它的臭豆腐就是外酥，然后。哦，这有点辣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比较酥脆那种的，非常好吃，而且重点是它够臭。你如果是一个很喜欢吃臭豆腐的人，我建议你现场吃，因为当时外面那个酥脆度会比较够。然后你看它大肠猪血汤，大肠很干净，然后是有韭菜，然后酸菜那种的，你看。挺好吃，它就是一个老少咸宜的。你看，小孩子都会跟你一起抢吃。好，那如果你有来台中南屯的话，那欢迎大家去阿红臭豆腐试吃看看哦。那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那请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哦，谢谢。